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修华严二字奉经还愿观第九面倒算第三行，对后面的两句看去，咱将文念一遍。经超言路之端，透出专题之表。经文如有大经卷，量顶三千界，在有一定内，一切顶亦连。由于聪慧人，静眼普明见。普定出经观，功了业众生定。咱就念到这所在，这是一段啊。这是《华严经》顶面的一段经文，确实世尊有甲咱做证明。一微尘呐，啊，一微尘，确确实实，含涅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心，那用佛法的话来讲，一切诸法。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无一项遗漏去。伫一微尘内面，拢总包含。一微尘亦何如是啊？无例外，这是。真正真像大师这两句的内面所讲的，经超言路之端，更是远啊，远远的超过啊，超过什么呢？超过言语，但言语是说不尽的，超过思路，这就是言语多端，心行处灭啦。如是咱的思想，咱无办法想到呀。呀，就是讲言语啊有界限，自性呢无界限。思路啊也有范围的。啊！大乘教内面讲啊，咱众生的思路啊，结果呢，你达到阿赖耶识，你无办法超越啦。啊，可是阿赖耶识也是相当有限呐。所以，宇宙万法的真相，不是言语会当讲得出来，也不是你思维会当想象会到的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他有出专题之表，专题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工具啊，转一般叫做锅，
叫姑啊，对，啊那对是叫主，这拢是用竹啊编的一个细人啊，做啥物路用呢？这个全是掠鱼的啊，现在无咯，现在啊看袂到咯。阮一细汉时阵，庄卡内面也有这个物件。伫水沟啊，内底伫内面掠鱼啊，鱼收入去了后，伊就走袂出来。主咧是掠拖啊，这对啊对啊，叫做主啊，伊是一个工具啊。伫即地咧，引申的意思是方法，是手段。什么方法帮助咱开悟的方法？帮助咱明心见性的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这个方法就是经教啊。可是你也会记哩，船不是鱼啊，对，不是拖啊，你的目的是要掠鱼啊，还掠着拖啊？呀，工具咧会当帮助你，工具并不是鱼，也不是拖啊。换一句话讲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甲咱表演的啊是身教，呀，甲咱讲解啊是言教，呀，分别到了后。正地主将世尊的教诲结集成做啊，三宗十二部经啊，这个三宗就是律宗，律宗是佛的身教，经宗呢是佛的言教，论宗呢是佛甲地主的讨论啊。啊，咱今仔日讨论心得，分享。这类的这个物件称为论宗，这物件啊，拢会当啊帮助咱悟入啊，但是不是自性，伊也是工具。啊，咱真正悟入了，这物件就个单调，就不爱滴咯，无路用咯。所以金刚经上啊，或者讲法相应下何方非法啦、啊。迄、那个法啦，都是啊，即地比如的即个转地，到咱五立咯，即物件无路用，都要家己单调。所以三宗十二波，五立的人啊，伊无爱滴咯，对伊无路用啊。啊，未入门的人对伊是有路用呀、啊，会当啊，甲扶一下啊，帮助伊一停啊，但是。这个距离并不真长，是短停的呀。啊，这个一定要办啦。啊，现在呢，咱会当用新的比如，啊，现在你看这个科学家发射的太空的卫星啊，咱会当用这个来做比如啊。发射的时阵，用火箭来个推动，用火箭推动的啊，这个距离并无真长。佮推起了后呢，啊，伊家己就会当射着啦。用地心的吸力，伊就会当啊去飞行。火箭啊，脱离就落落来，就单调了，就是。所以呢，目的佮手段都爱啊分开清楚。啊！现在咱对于这个经教是不是要滴未啊？未当无爱啊，无开悟啊！啊！咱伫经教里所得到的，就一定要知影。净量大师分《华严经》作为四科：性、戒、行、净。啊，分四科。
经教你对咱的帮助，是头前的两段，帮助咱生信啦，帮助咱理解信解。后面两段无需要咯，后面两段毋是伫即个经内面的呀。要按怎将咱所理解、将咱所信的，就是伫咱的生活，这叫做行啊。要行的功夫，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证明了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所信、所解的。亲像头前啊所举的这个例啊，伊微尘内面，你会当啊看出释迦牟尼佛的一切经教内面啊所讲的性啊，所讲的相啊，伊即个举例，比如讲这念经、真妄、生死、涅槃。烦恼、菩提、大乘、小乘，拢嘛是伫即个一微尘内面看到啊，亲身看到叫做证啊。啊，甲咱讲到宇宙生命的起源，这是什么呢？就叫阿赖耶识啊。咱的第六意识啊，这类思想啊，这能力真大。对外面啊，伊会当延虚空法界；对内啊，伊会当延到阿赖耶。阿赖耶以外呢，迄就是自性、真如本性，伊延未到，伊无能力啊。咱安怎才会当啊？去研究自性呢？你从这个功夫甲单调就看到了，放下就是了。你若无放下，伊也是障碍，是你明心见性的障碍。这叫什么法执啊？伊啊，严重的执着有两大类，一个是我执，一个是法执。我就无放下，啊！你就袂当出六道轮回。你想知影讲六道轮回对倒位来？对我就来啊！有我就有六道，无我六道就无咯。啊，六道无咯，迄、那个境界是啥物？是迄境界叫四性法界啊！啊，咱修净土的人应该是比较比较容易了解啊。西方叫做世界有四土。最高的呢，将是讲净土；基础呢，是无庄严土啊；个基础呢，方便有土；最下面的一层呢，反省动基础啊。六道是反省动基础，但是西方叫做世界反省动基础有无？有啊。伊只有两道啊，伊无六道。极乐世界无六道，多两道咧，人天两道。啊，极乐世界无阿修罗道，无鬼贴身地界，绝对无诶。为什么无咧？无人做这个业啊？主要怎样？果报啊，是业力。感应变现出来，人呐不做贪嗔痴慢呢，所以啊，这四道就无了。你爱怎样贪心是五鬼道，嗔恚啊是地狱道，无耻啊是畜生道啊，傲慢啊是阿修罗道。
啊，伊无贪嗔痴慢，有我啊！你看，咱这念佛人往生叫做在叫往生啊，咱的五执无断啊，五执无断，生到西方叫做世界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。这内面啊，嘛是有三杯九品啊。啊，看你的功夫的浅深，品味是无同款的。可是咧，方便又有土啊，都、就是净土啊。咱凡夫讲的是净土啊，为什么呢？伊迄个内底啊无善恶，都只讲咯，贪嗔痴慢无咯，无善恶。伊即、這个伊甲六道两个来比，伊清净啊，六道是念秽土啊，诸行法界是净土啊，伊也无执着，伊有分别。啊，讲是分别也断咯，起心动念也无咯，分别有土就无看到咯，也拢毋是真的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，毋是真的，伊就无咯。呀，分别有土无咯，就是四性法界无咯。十法界无咯，显现出来是十宝土啊，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，生起内面去呢，咱一般讲拢是正道发心呢，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发心，才会当生起迄地，啊，无正发心呢，未当去到十宝土。所以是佛陀是真佛，毋是假佛。是佛陀内面是都是官人呢？经常啊，常讲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啊，华严原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。这四十个顶格，你伫遐咧修行啊？这是真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如果你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，拢断落。无明习气拢无咯，是报土就无看到咯。这就是说明，凡所有相皆是浮梦啊，连诸佛的十宝庄严土也无例外。无明习气无咯，伊就无咯，无了后现什么呢？现相即空土啊，相即空土不生不灭，永恒呀。而且什么呢？但这篇文章头前第一段讲的，诸性清净圆明体啊，就是上集讲，上集讲是家己的诸性，大乘教内面形容啊，伊也是大光明中啊。心内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拢总断尽咯，这个、境界就现前了。阿赖耶安怎来呢？阿赖耶毋是真呢，也是浮梦呢。一念不觉，你又不明啊。当时啊，一念不觉呢？为什么起无明呢？拢会问啦，一定都要甲问到底啊！
佛陀甲咱答复啊，一字梦啊，一个意念是妄念，唔是真的梦啊，你就袂当追求咯。你追求敢是梦想，佮加梦呢？你就将梦当作真的咯。所以要知影，第一个因无原因，第二个因就有原因咯。所以一念不觉是无原因，伊是第一个一念不觉，伊就是伊个因啊，变作阿赖耶咯。这一下拢是有因果，只有一念不觉，伊个无因，歹了解吼。那是讲无因呢？《楞严经》上，阎罗达多眉头灵影，不顾这个比例啊，来甲人讲真正是无因。阎罗达多眉头灵影。讲出来啊，也是讲无甲难了解。我讲经的时阵是用真正接近啊，即相似的一个比如，大家较听有。有即个经验的人才会用的啊。啊，像我即款年龄，成长伫抗战的时期，甲日本人八年抗战啊，迄个时阵啊。初中啊，以上每礼拜啊，拢有一堂的军训课啊。但日本人拍战啊，必须一点军事知识，所以小学无，小学动主军，中学就有这个这个军训啊，军训的课程啊。军训啊，常常有举行紧急集合，比啊一个单立刻服装啊，真侪都要去操场去集合啊，去排队。演习啊，这紧急集合的内面就会出现了这個问题。服装真侪，你这当啊，会当出去集合啊，服装无真侪是袂用的。呀、啊，忽然间啊，没咯，服装穿好了，帽啊找帽啊，四过去问同学，你有看到我的帽啊无？呀，同学甲伊讲，你帽啊伫你头壳顶啊，你迄帽头哎，果然帽啊伫头壳顶个啊，啊，你这叫做眉头人影，这就是啊，没咯。你讲什么时阵啊？这个帽啊伫个头壳，你哪会讲遐尼着急？这个就没咯。你头壳顶拢唔知影，四月去找到规身骨汗，结果去问人讲你伫你头壳顶嘛，无原因的啊。甲阎罗达多的故事啊，真正接近，所以也是第一个无原因啊，所以是梦，唔是真的啊。真的有因，就袂叫做梦啊，伊无啊。所以整个宇宙第一个因是无原因的、啊，所以才会讲凡所有相皆是浮梦啊，包括十波中央土也是浮梦。为什么呢？十波中央土是阿赖耶变现的、啊。呀，在咱现在科学内面讲，这就是普通的现象啊。确实，整个宇宙是普通的现象。普通你也知影，自性不动啊，所以迄个动摇伊毋是自性，即、這个意思真深，哎，真细心去体会。慧能大师开悟咯，真正明心见性，性是甚物款呢？有讲五句，妙慧自性。伊头一句讲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
第二句本不生灭，第三句本自具足，第四句本无动摇，第五句人生万法，这就是自性啊。怎样会生万法呢？迄啰就生万法咯，这是真的。不迷就未生万法啦，不迷的时阵只有上集讲，所以叫大光明宗。上集讲内面无物质现象，也无精神现象。可是呢，会有波动，结局迷失波动，这结局迷失。迷失到啊，咱无办法去啊，感觉到。时间啊嘛太短了。弥勒菩萨甲咱讲的啊，甲咱讲的，一旦止，一旦止啊，有偌侪念头生灭呢？32亿八千念。但为也是别千念，别千是啊是十万啦、啊，32亿乘十万，320条，这个一旦止，一旦止320条的念头啊。现在那用秒做单位啊，时间的单位，每秒钟啊，咱至少会当单四摆，个星时，迄就是一秒钟内面有偌济即个妄念的生灭，有1280条，太迷失了。无办法感觉到啊！但今仔看到这个宇宙人生万法，就是这个迷失念头，相思相续的现象，伊不是真的。啊，咱的心若一定落来，恢复到定落来，啊，这个念头是什么？梦想是念头啊，分别是念头啊，执着是念头啊。世尊问弥勒，今有所念？问这句话，这个念是分别的念头，是执着的念头，真粗啊！那你感觉出来啊？世尊佫问咯，这个念头内底有几念、几相、几色，这就讲迷失念头啊。呀，咱一个分别，一个执着，这个初念内面有偌侪细念呢？叫弥勒菩萨甲咱算啊，咱用秒来做单位的时阵，那是。1280条分之1秒啊！所以人生万法是震动发生的，这是动向啊。但是这个形象无离开。诸性离开诸性，依旧未当三性现象。虽然是梦呢，梦是啊，以真起的啊，真不是梦啊。真啊会现梦，梦不是真有啊，梦是幻有啊，所以梦未该真性。真性也未去妨碍梦境的这个生灭，伊也是一，唔是二啊。佛在这个
这个说法啦，常常啊用大海来做比喻，用大海的海水比作人生啊，永远是海水啊。往是甚物呢？这个浪花冲起来时阵，冲真侪水泡，水泡都是啊来呀，去水泡，水泡毋是真的啊。袂当中船啊，规个影啊，伊个消失去咯，消失迄就恢复到水的即个状态咯，即、这个款状态啊。用水甲浪花用即、这个来比如，浪花有生有灭，水无生灭。啊，好用种种先较方便来比如，互咱认识啊，有条真相。明了了后啊，咱若是真正的肯定，咱今仔有无好甲咱讲遮清楚，咱来听明白咯。有受着受用无啊？为什么无呢？咱若无入即个境界啊，林大师啊讲即个境界，咱有入无？本自清净，咱清净无？咱无清净啊！本不生灭，咱也是有生有灭啊！本自具足，咱现在具足什么呢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啊！啊，咱具足的是这个啊，毋是如来啊所讲的。一回得上啊，但是你也知影，一回得上，甲无量无边烦恼习气是因，毋是你啊。降落烦恼习气由心一个变，就是啊，一回得上，一念灭咯，灭咯，一回得上就变做烦恼习气咯，伊是因，毋是你啊。魂不动摇，咱今仔日的妄念起灭，从念灭咯，后念嘛就生咯。连暗时伫咧困都无老实，伫困你还阁会做梦，做梦换一句话讲，你迄个妄念也是有生灭，无停止。只要动，伊就有现象；无现象的时阵，伊袂当讲伊无啊。为什么？本自具足，所以佛家讲文现啊。无这缘的时阵，伊稳，伊袂现。现出来呢是相就讲，啊，有这个缘，这个缘就是一念不觉。有这个缘，现象啊，就生起来咯。呀，咱就问讲，有现啊无呢？咱会当肯定给你答复，有啊，那有，而且真多。因住在相即宫内面，迄就是咱即篇文章对目讲个啊，终极个目标是梦境还原，还原到倒位去呢？回归到啊，上一讲，即滴佛法就叫做成究竟圆满佛。你证着究竟圆满咯。顶角也未转去嘞，也是十八土。转去了后啊，才叫做圆满的成就。
呀，咱来问讲，登去将是讲也会起作用吗？起用啊？为什么起用？万历如是啊？这是自性的德能啊！是我家内面啊，众生有感，将是讲就有用啊。感应道交啊，就像普门品内面所讲的，应以什么心得到，依旧啊现什么心；应以什么法啊得到，依旧讲什么法。现心说法啊，无一定的啊。现心说法啊，毋是佛菩萨家己。不是自性，是甚么呢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众生有念头，佛无啊，佛无起心动念，因那要安怎说法？所以佛现心，甲无现心是因，毋是理。佛说法甲无说法，嘛是因，毋是理啊。所谓是说理无说，无说理说，感应啊。即款的讲法呢，全部啊拢嘛是事实真相。佛法名词叫做诸法实相啊，真实相啊，一点啊无假啊。是法界内面，伫咱的观念嘛，伊啊太复杂咯，伊的变化莫测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无尽无数，真正是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呀，咱人就是讲科学发展到今仔日，有真古有滴奥秘，知影太少太少了。你所知影，今仔日人类所知影，真正是大海的一滴呀、啊。你毋知影是大海啊，你知影是大海的一滴水啊。这个话所讲的是绝对无结婚啊！咱头前所念的这段，一定出生无尽变啊，全无离开自性啊！今仔日有一个同学，伫。这是17号寄来晋江，晋江，伫台湾家己有一个命案、冤案，100年前，也是伫旧时代，有一个冤魂托梦啊，给一个查某囡仔。将伊个冤枉完全写出来，废书啊！伊是一条手棍啊，伫手棍啊内面，伊砖头啊夹破，写写出伊个即个冤案啊，一百年前啊，这敢是迷信呢？你讲鬼神死了100多年咯，伊个怨恨无化解啊！造成什么现象呢？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！现在当地一寡法师来帮助伊超度。希望伊啊，将这万分化解啊，唔能够报复了，
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彼此拢会痛苦，应当都爱觉悟啊！唔通啊，将恨积伫心内，那咱知影伊即个怨恨真深啊！伫轨道内面也真痛苦啊！这些问题啊，只有在佛法里面得到解决，才会化解啊。佛跟我们说的有着真相，所有的现象都是虚幻的，何必认真呢？认真啊，你就错了。金刚经里说的啊，说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啊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问题全部都化解了。所以咱学这侪年了，大经顶面会当讲是揭露宇宙人生的奥秘啊。这花言恶字啊，下面已经讲了经文，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，如有大经观，量定三千界，这是比如哥有这么大的一观经，分量有多大呢？分量是定有是三千大千世界。这就是讲一尊佛的教化区啊，这个教化区偌大？那是无讲出来咧，咱也无这个概念。两座老技师甲我讲的，伊讲佛经上所讲的单位世界。那你以前啊误会，认为讲单位世界就是太阳系啊。伊甲我讲啊，唔是太阳系。你看华严经上讲啊，日月就是啊太阳月亮啊，是围着珠穆山伫咧转呐。这个单位世界的中心是苏米山，日月星辰都是随着苏米山转的呀。这个太阳哪会当算是单位世界的中心呢？啊，咱九大行星也有这个啊，这个真多小行星是随着太阳的转，成为太阳系啊。啊，太阳咱知影是随着银河伫咧转的啊，所以根据这个讲法啦，啊，伊讲这个单位世界应该就是一个银河系，这个咱想看嘛呀，感觉是真有道理呀。一个银河系啊，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做。一个啊，小千世界，故意啊，小千世界做单位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变做一个中千世界，然后啊，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过一千个中千世界，即会变做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就叫做三千界，因为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。所以三千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有偌大啊？以银河系来讲，十亿个银河系啊！要咱今日科学家
最进步的科学仪器啊，也无办法去看到这个十亿的银河系啊，无看到啊。十亿的银河系，这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景观有偌大呢？十亿的银河系啊，你看伫倒位呢？在有一定来，一切定一年呢、啊？这个境界伫倒位？伫一米顶内面呢、啊？这个米顶，咱啊肉眼看未到，是现在量子力学内面所讲的基本的粒子，是讲这个夸克在迄内面呢、啊？这是讲一定含氧空又变呐、啊？为什么伊清醒？自性无大衰，自性无前后，也就是讲，讲到自性，时空就无了。空间是讲大衰，时间是讲前后，拢无了。所以微尘内面有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！咱听到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！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伊微尘内面哪止一个三千界呢？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就伫伊微尘呐。啊，头前啊，咱有学过一尘啊，出生啊，无尽边呐。就一点点啊，碎碎物件，出生无尽啦。这几年来，咱伫咧讨论这个问题，拢未当啊了解。所以啊，我就想着讲，阮细汉时阵佚佗的万花筒，真行啊！真侪同学将这道具给我摕来，这是一个万花筒。你看万花筒就遮大呢。你个转叮当，你伫内面去看伊这个图案的变化，出生无尽呐、啊。每一个图案啊，你用翕相机甲翕落来，做一张画面。你伫这内面对照到暗时，一几工，大概啊转一个几落万遍，翕做几落万张，绝对也无两个是同款的。你讲有偌多啊？你拍开来看，只有几片无同色的碎片尔，伊会当啊千变万化，无穷无尽啊！诶，自性的道理呀、啊，是甲这个是相似。无数量的啊！每粒微尘拢是安尼，微尘内面啊有世界，世界内面啊有微尘，每粒微尘内面所包括是变化界、虚空界信息啊。啊，咱今仔科技真进步。一个小小的晶体，就是增加这么大，你会含藏着大量资讯在内底。就咱佛门的一部《大藏经》，一片小小的功德，拢伫这内面，甚至亲像一部四库全书。现在一部专书做最功德了，十几篇啊！
咱相信将来科技会更加进步，这片内面就包容了。是不是甲美林来比呢？袂当比啊！即个美林内面啊，伊含的即个知识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全部拢有。啊，你这片啊比伊大较侪咯，即含用到即马一点点啊，科技甲科幻来比呢，也阁差真远呢。啊，咱即知影讲科幻是固定科学啊。今仔日科学、天学啊，袂当解决的这个问题咧，华人经商啊，拢总甲你解决了。真可惜咧，科学家无去读华人经，因为这是宗教，这是迷信。那讲伊啊，真正会当虚心。放落心端，认真来探讨，我相信帮助伊啊，提升伊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对思想讲是科学，对理想讲是铁学。一二二二二一啊。我二十年，这是58年前咯。彭东美先生将佛法介绍给我，伊讲佛经啊是全世界铁学的最高峰。我甲伊老大人学铁学，学了将近60年咯。中国人讲一家子啊，发现啊，那讲是固定的。铁学啊，也是固定的科学啊。无论讲宏观世界、微观世界咧，华严经拢讲甲比现代啊，即、這个科学家讲甲更加透彻啦，讲甲更加圆满。下面讲咯，有一个聪慧人，正眼普明见，普天出金冠啊，广了业众生。伊讲有一个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。谁是聪明智慧的人呢？甲诸位讲，就是你家己啊，唔是别人啊。这真诶，唔是假啊。我伫华严里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、啊。所以有人哪咧问你啊，讲恁学佛，佛伫倒位？佛就是你家己啊。你家己就是佛啦，呀！迄个人讲，我现在烦恼真多，我都无成佛啦。只要你将梦想分别执着这三项物件，甲放下，啊，你就是佛啦。你啊，现在是带着啊梦想分别执着的佛啦。哇！就这三项物件，自性内面的智慧、德能，上好袂当现前。你受到这三项物件拖推啊，无明烦恼，你的智慧袂当现前，你障碍你智慧。临沙烦恼啊，障碍你的德能；见思烦恼，障碍你的上好。你何这三物件障碍着咯？三种物件若放下咯，
你的境界就甲就甲往生经、甲华严经里所讲的一模一样。所以华严经是咧讲啥人？讲咱家己啊，咱啊家己放下一个梦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就甲华严经上讲的是同款。啊，甲廖祖慧玲大师所讲的是同款。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阵，三十岁开悟，甲伊五入的这个境界，详详细细讲出来啊，甲咱分享。这就是大方功夫华严经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细说啦，廖祖慧玲大师是略说啦，讲一个总纲领，只讲二十二，伊甲释迦牟尼佛所证的是同一个境界，啊，咱就知影咯。华严经讲什么？原来啊，华严经就是讲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宁静万法，就是讲这啊。所以啊，这二十二点开就是啊，一部大方功夫华严经。华严经浓缩起来就是这二十二，只要咱肯放下，就是咱家己的境界了，不是别人的啊。咱家己无放下，呀，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的。二十二啊，是六祖慧能大师的，都不是咱的啊。只要放下就是咯，放下清净心嘛，现前咯，定眼普明见呐、啊，普明见是普眼呐、啊，咱那头前有乌鸡啊。咱学佛，为人真多啊，为时间真长啊，不得受用，无成佛啦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咱也无认真去做啊。啊，咱只是讲一个较歹听的话啊，是死在教下。这搞什么经本啊？咱读四书啊，无将经念活，问题就出在这所在啊。经念活了，伊就有路用啊。经念死咯，无路用啊。未是智慧，已是烦恼。经念我的人是智慧，未是烦恼，不同款啦。经真正念我，什么都未执着咯，心清净咯。你甲看无量寿经，咱是修净土的，咱拢依照。下年纪老技师的回一本啊，啊，咱用的一本啊，伊一本啊，顶面的经题意思就非常的圆满，回一个真好啊。经题经一半呢，佛说
大佛说大乘，无量寿庄严。这是古早时阵啊，翻译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有十二摆翻译，宋朝的翻译就叫做佛说啦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用这做经题啊，清净平等觉是汉译。早期这个经来到中国，翻译的经题是啊，清净啊平等觉经，伊将这两个题合作一个。回合个真正是天衣无缝啊！回合太好了，这个台顶半是广告，都是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乘是智慧。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啊！你甲看卖，足妙的啊！下半波呢？啊，下半波啊，就是讲因，这个故事安怎修呢？大乘啊，无量寿庄严怎样来呢？是对清净来。是对平等来，是对觉来啊！你的心清净咯，智慧就生咯。清净心生智慧，啊，平等是德行啊，无量寿啊，觉就庄严咯。你看这个故个因啊，对个遐好啊。咱今仔日修行呢，咱的目标更伫倒位？大刚求佛菩萨保庇啊，保庇升官发财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啊！所以佛法的殊胜无得到啊！大刚拜佛，大刚烧香，大刚啊，真真用功，所得到的不过是名闻利用。你就求这个啊，有几个人啊，真正学佛啦，是求清净平等觉呢？啊，讲是真正将这个当作是咱学习的目标。也伊个古佛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伊个即个是古佛啊，这就知影咱创错咯。咱贪的是小利啊，太衰太衰咯，摕一个大黄金去买一个糖食。这个戆囡仔咧做的啊，啊，咱现在就犯着这种错误，唔知影讲这个无比殊胜的大法。那你古佛也是叫做世界啊，是华藏世界。那会当啊，看眼前的这种修理呢？咱要修命，咱要无量修啊！咱唔通伫这个世间，哇，一个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岁，如是到老。那活在这个世间是受罪啊，哪有享受呢？少年人也会用的，也讲会得过，
两年以上，加活一天是加受一天的罪啊，加活一天也是加受一天的苦啊，这是觉悟啊。你啊，真正觉悟到这点了，你啊，智慧就开了。为什么你就愿意啊放下了？放下就好了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你就是经常讲的聪慧的人啊。所以咱今仔日学佛，咱念佛，为什么念佛？为清净心念佛啊。念佛是专题，是一种手段。心为什么未清净呢？杂念太多啊！杂念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啊，是说法呀，是佛法呢？佛法嘛都在写，何况世间法，这释迦牟尼佛教咱的啊。我想应写何方非法啦、啊，咱来写。咱若写袂起，一个妄念写咯，过一个妄念起来咯，这是咱痛苦的所在啊。所以佛教咱一个方法，拢总改用换做阿弥陀佛，念头才起来。第一个是妄念。第一个念头乃非常熟，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啦。用这句阿弥陀佛取代所有的妄念，让妄念袂当啊常熟，让妄念嘛袂当个占有咱的心地。心肝内应动拢是阿弥陀佛，就对了。咱的清净心就现前，清净心就生智慧咯。有智慧，你才会有普贤呐。净眼普明见呐。亲像观自在共款，千手啊，千眼呐、啊，不定出金冠，那也要金冠无？这部大藏经，现在虽然是印刷术进步。会当将即个经卷浓缩做细字，嘛有100多册啊，嘛是相当大一个分量啊。你有能力破顶出经卷，就毋免即个物件咯。你要伫大同经创啥物呢？你下伫即个一微尘内面啊。看到变化界、虚空界、性相、理事因果，你讲袂尽的啊！你啊会当伫当时，移出当时伫。变化界、虚空界里面现身呐、啊，现无量无边身。面对着是法界，无共款的众生，你啊去帮助因，帮助因破迷开悟，帮助因啊离苦得乐。伊若有感，伊就有用啊！感应就高，
即卖咧学佛，真侪拢不如法啦。咱来做出榜样，互人看，再学法。一字一字来学，一句一句来学，真学啊！我学着这句清净，我一定要将家己的心恢复到清净。我的心本来是清净的。我学着平等，我对一切人绝对袂讲有关家、有分别。啊，做到平等的人，还亲像普贤菩萨，家己谦卑啊，无一点仔傲慢心嘛。对他一切众生，真诚的恭敬啊，就亲像啊，对诸佛如来同款的啊，将你的诸生的恭敬心。完完完完的显露出来，那是性德啊！咱来对这所在去学啊，自性恭敬，诸诸连连会感动一切众生，所以诸行就是化他，诸行跟化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如果我们叫别人做，自己没有做到，别人不相信了，说你是在骗我，你的度化就会失败了。古人呢，你要细心去观察，你去体会，他为什么成功，无别项的闭关，他先做到。世界不杀生，肯定是将伤害一切众生这个念头断落，心内绝对无伤害众生的意念，这个真正不杀生。众生小动物看到你，敢会惊袂？袂惊咯！你这个野兽伊就来咯。为什么？伊也看会到。你也真慈悲，你也真和睦，你无杀气啊！你的主场。是温和呀，柔和呀，心内有万分的人，伊的主场啊有杀气，伊的主场唔好啊，所以小动物一个入来这个主场呢，伊就会走去。啊，咱真明显的。会当去看出来，一个怕辣的人，伊也行去倒些所在，虽然讲无咋辣穿啊，嘿，教授看到啊，拢嘛走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杀气啊！一个性情柔和的人啊！啊！小动物接触的时阵，伊我倒转来看你啊，伊袂惊你。你若甲伊笑笑，举来甲伊的手，伊就会慢慢啊来接近你啊。这种经验我有啊。我的感受就特别的明显。为什么？我细汉时阵怕辣。我怕三年啊，
确实，迄个时阵，教授一看到我，赶紧爬走去。可是学好了后，这个境界啊，就转变起来咯。小动物看到我，伊袂惊咯。这个就是学一项啊，咱就真正认真做一项。学袂偷渡，袂偷渡要安怎学？绝对啊，毋通讲有一个念头占人的便宜啊！占便宜什么？道心吗？你虽无偷渡的行为，你的道心嘛无断啊，无转过来。啊，咱一般人啊，你讲啊，是这个。即、这个财不露壁啊，爱有风一点啊咧。现在咱来讲风拢毋免风，风伊创啥物咧？既然摆伫遐，啥人摕去用拢好，伊用甲我用有啥物无共咧？拢共款啊。你无即个念头，你放伫个所在，大家拢看着无人睇啊。你看即个偌自在。防人嘛是真忝嘛，何必都要防人呢？你个家己防都毋免去防啊，为甚物知影因果啊？伊毋伊毒啊，莫非前定啊？明白这道理，何必都要防呢？也袂去妄求咯。我命内底无啊，求都求袂着啊！命内底有啊，但也得袂去啊。所以古人讲啊，君子落得做君子，小人啊，玩弄做小人啊。这个话啊，讲了非常有道理啊。所以呢，学好了后，念念爱讲，了益众生啊，了是弘了。讲啊是讲法，对一切众生，咱予伊最大的利益，最圆满的利益，是甚物呢？这点爱知影，毋是予伊真侪钱，毋是予伊真侪享受，毋是最丰饶的利益，是予伊干活咯。这才是真实的利益，伊会当带起的。啊，物质方面，精神方面呢，名门利用炸袂起的啊。智慧是早会去的啊，善业嘛是早会去的啊，功德是早会去的啊，这下的咱来帮助伊，咱有帮助，咱呐是以身作则啊，咱来做出示范，表演给伊看。伊做袂到，我做会到。时间久了，伊就会有体会啊。所以念念毋通为着家己，念念为别人啊，专业力啊，为愿力啊，哎呀，整个命运拢转咯。特别的是我家己，少年的时阵就知影咯，家己命来对，无在乎，
也无光明。一生民间，无论做多一个行业，都非常的辛苦。宗家大师替我选择这个行业，有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是多一个行业呢，职业教师啊。咱用现在俗语来讲呢，伊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这名副其实啦。伊啊，本人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一生家人无收学费啊，无分别讲你是倒一族的人，你是倒一国的人，无分别啦。有教无类啊，只要你肯甲伊学，伊拢会真热心的来教你。而且真正是以身作则啊！伊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你跟随伊，伊言行一致，讲到做到啊！你袂当无佩服伊啊！这是咱应当爱学习的。下面讲了六故里里言，这丁仲先蒙格经管，即代地万明，地体积极无边，国挖两顶三千界啊！即后面也有一个解释，即解释真好。就是对理想来讲，对理想讲，就是对性相讲。相是事相啊，性啊是理性。三千啊，这个一代经观两顶三千啊，就是为顶众众生妄想啊、分别啊、执着有这大的分量呢。这是啊，对比如来讲的，是不是真的呢？真的啊，这经观不是啊，形象。经观是什么呢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，拢嘛是经观。所以大方讲佛华严经伫倒位呢？唔是伫经本哩。你若认为讲是经本，就错了。大方功夫华严经就是无条的现象，就是啊，变幻界、虚空界，这才叫做真正的，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大本的华严经，伊讲迄个分量偌大呢？
十一大千世界未定期啊，这个不得了了，这比杜家人讲的迄个范围更加大真多。十一啊，华严经的这个十不是数目字，华严经的十是代表圆满，迄、那个圆满啦，就是变化界、虚空界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全部拢包括伫内面，一法都无漏去啊！这叫大方功夫华严经啊，这叫大本啊！这哪里是骗人的？是真的啊！虽然是无量、无边、无尽、无数，不离自性。为什么呢？自性现呢？人心万法。就亲像万花筒同款，你唔相信就摕去翕相，你甲洗一个，翕一张相，佮甲叮当一个，佮翕一张又无同款啦。你去甲洗，洗出十万次就十万张相片，一大片，无离开这个水筒啊。六张都无同款啦，你敢会当找出两张同款？找无啊？所以自性亲像万花筒，无大小，千变万化。什么道理呢？无道理啊！幻念如是啊，自性啊，伊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家己什么都无，大光明中人生万化啦。会现整个宇宙，所以宇宙不是大爆炸来，大爆炸讲不通，是对念、对心相生的，这真重要啊！宇宙是对心相生的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宇宙就出来，动念啊我就出现了，所以我甲宇宙。但因故当时啊发生无前后啊，宇宙咧现出来时阵是净土，是实无庄严土。这个一念不觉现出来咯，是这个境界。是佛土内面的人呢、啊，伊啊，去了分别咯，分别迄个念头重一点啊，就是迄个波较大一点啊，是佛土无去咯，变作是法界，就是变作方便有土，也算是清净啊。为什么这内底无善恶？啊，这里面的众生，伊是骨卡，那骨卡严重一点啊，伊就起执着了，贪着了，贪着里面头一个是对立，起这念头啊，有控制念头，有这样没有念头，啊好咯，事情我该无看到了。这个变咯，变什么呢？变六道轮回啊！六道内面啊有善恶，善念是三善道，恶念是三恶道啊！咱今仔日这个世界灾难真多啊！世界卫生组织啊宣布咯，新。新流感嘛，这个这种瘟疫啊，现在啊提升到这个第六级咯，就是最严重的。甲咱讲啊，今年秋天，到明年，可能伫全世界爆发。
感染的这个人数估计是三分之一，全世界67亿的人口，三分之一都是啊，22亿到23亿，这多人感染，死亡率估计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估计啊，4%啊，这是感染的人啊，1000个人，4个人会死亡。啊，你就知影讲，那是22亿到23亿，这数量非常可观呐、啊。这是大灾难，不是小灾难。刷落去，科学家甲人讲，因为地球的温度的上升，南北极冰啊快速融化，造成粮食危机。啊，咱看到中国大陆的报道，今年北方的小麦收成就减去一半了，因为气候变烧热了，这才是麻烦了。现在呀、啊，全世界人啊着急了，想不出方法了。我看里面有方法拯救啊，伊唔相信啊，这就无办法咯。我看里面真正有办法啦。我看知影讲灾难是安怎形成呢？我看知影讲是众生不善业力感召的，拯救的办法呢？只要回头问题啊，就解决咯。但每一个人啊，当端哦修仙，真像佛经所讲的啊，焚烧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一切灾难拢化解了，人心好咯。啊，咱了解这道理，所以啊，咱伫刚性内边也讲过真侪摆。啊，咱这地球甲叫做世界是无差别的啊。对理想来讲，绝对是无差别。为什么？迄拢是新鲜的啊？差别伫倒位咧？差别是色变的啊。色是啥物？分别执着啊。叫做世界人无分别、无执着，心好啊，性好啊，所以迄个世界极乐啊，无可能呐、啊。咱这个世界甲伊一个比，咱这個世界居民心无好啊。拢是自私自利，以心动念，拢是损人利己。所以啊，将规个这个地球拢破坏了，唔通认为讲破坏这个地球生态啊、平衡，咱也无做啊，啊起一歹念头啊就做咯。所以我常常在讲啊，地球温度为什么上升？脾气伤大了。你发一个脾气，有火气了，地球温度就上升了。贪婪嘛，孩子就长起来了。武器呢，就引来洪灾啊。也咱这地洪灾。
有风跟掠风，有气啊，无慢不平，就带来地动。也伫佛法内面讲，整个宇宙在自然环境，啊，咱的起心动念。这些相关啦、啊，唔是无关系啊。所以佛上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讲什么？境随心转啦、啊。最贴近的啊，都是咱的身体。所以佛法咱会当去做实验，用身体来做实验，咱的心来真正反射啊。烦恼啊，万分啊，嫉妒啊，常常发脾气，你的身体肯定是袂好的，你的五脏会破病啊，这就会实验出来咯。如果咱会当将这物件拢总甲断掉，将烦恼甲断掉，将万分断掉。永远袂发脾气，甲任何人和和乐乐，你啊百病袂生啊，就是有病，也忽然间病无去咯，消失咯。这啊拢是真的啊，境随心转啊，所以这内底关键啊，都是啊真心。你听到你家己去实验啦，转袂过来，那是什么？你唔是真心，也带着怀疑，这敢会用你呢？这会可靠未？会有效无？无找医生敢会用你？无食药敢会用你？啊，你的心无到位啊！信心嘛，真正到位，问题立刻就解决了，而且非常快速。所以佛法咧讲啊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供养啊，一切诸善根。你那里有几个人啊，对佛法有信心呢？讲实在，咱伫个佛法内面来学遮侪年咯，真正明白啊，肯定咯。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拢是家己啊。对佛法无信心的，就对家己无信心嘛。大方讲佛法严经是咧讲什么？完全讲家己啊。佛经里上用的六字来概括：性相、理殊、因果。不是讲别人啊，讲家己啊。啊，咱家己真信咯，还真得受用。真正亲像一般宗教内面讲的，信的人啊有福咯，信的人就会得到福。用在佛法内底非常正确啊！你若唔相信，你是啊无福啊！信了后认真去做，就得受用。迷的时阵，去妄想分别执着咯，到悟了后啊，迄就是大智圆明啊。智慧不是对外面来，最近啊，我甲同学介绍的，老友星显灵介绍王宏仪显灵，
凤凰鱼是清美明初，一个世纪以前的人，老幽生鲜生死的团人啊，因完全用这个心理治疗，将一寡疑难杂症，中西医拢无办法医的，伊拢会当家医好。伊啊用的原理，就是我经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王老先生肯定，人所有的病，根源啊，拢是心理上犯的错误。真正将原因找出来了，将观念嘛改变过来，病就好了。三多烦恼是无生过来啊，不是这一生学的啊。你在六道里面生生世世累积的烦恼习气啊，这在佛法的里面叫做啊，是故生烦恼。这一生所学，这是现行的烦恼习气啊。自性来对无呀，自性是永远清净的。自性内面有智慧，无烦恼。但是自性迷了，智慧变作烦恼。但我呢，烦恼啊就佫变作智慧了。咱来相信佛的话，对佛的话绝对袂怀疑。那咪化烦恼啊为智慧，啊，那咪了生死，了是什么明了啊？真正明了生死的真相，你对生死一丝毫恐惧都拢无啊？为什么无生死啊？生死是身体啊。身体不是我啊，我也无生死。身体是什么？身体是我所有的，我所有的这个物件也有生有灭。亲像咱穿衫，衫是我所有，衫穿垃圾破了，你会该脱起来换一件新的啊。要你真正爱明了生死，就是了生死。真明了了，这个身体啊，用过了十年了，无够啦好用了，老旧了，未能讲了。哇，这个身体啊，你看偌自在。而且你啊，心地愈清净，你愈换愈好。你家己嘛当选择啊，家己会当做主咯。未晓颠倒的人，家己也袂当做主，随着业力啊去受死，迄就真苦咯。家己袂当做主啊，佛教咱学智慧，家己做主宰啊。我什么换什么心，就换什么心。这就丢了。地体极其无边啊，地体是自性啊，都是佛讲的，一切众生
加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是自性，这个地铁啊，自性无边际，自性内底无对立，咱讲大细对立，长短对立，空有对立，生死涅槃对立，拢是两边。自性内底找无对立的，咱来啊，讲我啊，自性内底也无对立，啊，咱今仔甲人对立错咯。呀，咱甲自性背道啊，离敌。自性是好孩，自性是包容的，我这几年移民去澳洲了后，有一个缘分，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我伫和平会议里做了真侪摆主题报告，用佛法化解冲突要用什么呢？内心爱爱化解家己啊！我讲家己内心的深处，对一切人的对立，对一切事的对立。对一切物的对立，内心化解了后，咱啊才会当化解外面的对立冲突。冲突呢，因为对立，提升啊是矛盾，矛盾提升，这是冲突了。所以冲突的根就是对立啊。无对家来落手，这个、世界上冲突太多了，你无办法化解啊！啊，冲突提升都是斗争，斗争提升，那就是战争咯，唔通让伊升级。爱可以化解啊！安尼即系真正帮助世界，恢复安定，恢复和平啊！具体嘅办法咧，对倒位做起咧，我就想到宗教。会按怎来团结全世界宗教？宗教那是讲会当和睦相处，会当化解对立，有助社会安定，个世界和平。哇，这个想法啦，真侪人还拢同意啊。那么我做出好果咯，东南亚的宗教团结咯。我是十年前住伫新加坡，帮助新加坡团结教会宗教，真正教会宗教互相往来，就兄弟姊妹同款，互相参加活动。一路宗教活动咧，啊，咱嘛会去参加，啊，咱的佛事活动啊，嘛邀请因来参加。啊，东南亚、印尼的这个宗教团结咯，马来西亚宗教团结咯。现在澳洲，我嘛是开始咯，
三月份啦、啊，阮有一个宗教会议，开得非常成功。澳洲所有宗教拢来咯，大家拢欢喜啊！我也过真正希望讲会当做到世界宗教是一家。为什么呢？为着化解冲突，为着社会安定，为世界和平，绝对无家己啊！那公司也有家己名利夹杂伫内面，这个代志就做袂成功。你的失败，你做袂好啊！袂当讲有丝毫的私心，有法无别项，就是要认真去做。真正佛弟子，你拄啊入佛门，你就求受三规。三规啊，是咱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所以你一个来就传授好你，真正是好盘突出咯，一丝毫阴瞒都无。恢复。鬼是什么意思？鬼是回头、回归，伊是依靠。佛是什么？佛是干我啊！咱对未学的缘道，我倒转来以自性觉，这叫做鬼佛啦。啊！咱厝内供养佛菩萨形象，你也了解意思。你唔知意思，就是迷信拜偶像啊。供养这个形象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可以时时刻刻提升咱的自性感。今日看到佛像，我未觉离不迷；听到佛菩萨的名号，我未觉离不迷。什么是觉？放下分别执着就觉咯。什么是迷？分别执着一个起来就迷咯。你看，伊是够黑啊！伊毋是迷信啊！安尼讲佛像真正有利益，用伊来提醒咱，皈依法。我是教训，经典里面写到这个佛菩萨对咱的教训，常常会记得依教奉行。我是正知正见呐，咱啊邪知邪见，一定是根据这个法修正错误的思想见解，正理不邪。正就是和睦啊，放下家己，甲一切大众和睦相处，清净不染啊！你看，你这个六分门就传授好你，你还认真做啊，你还真正了解，所以厝内面佛事三宝，经珠是法宝。菩萨像就是正宝啊，时时刻刻提醒你觉不迷，正不邪，正不染，你哪会不得受用呢？无迷信啊，但是现在受皈依的人多啊，真正将皈依讲清楚、讲明白的人无多啊。
这就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法的误会。这下面讲了，故曰量定三千界，以此依果，名一定含容空有变也。一定内面含容空有，这是性德内面三种的现象啊。今仔日咱就学到这块。